就是它这个劲感觉到劲好像很大，嗯，是不是？因为这里面其实来说这个劲呢，它里面不是光二氧化氯，里面还有二氧化碳，也就是说你减加也多加一点二氧化碳，然后它就，但是它这个就最后就形成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说上面它这个沫沫哈，嗯，你看看看它这个沫沫，直接上面这一层沫沫，你看它冒烟啊，它冒烟，但是要好长时间它这个上面这层沫沫才会下去，啊，但是它选用的这种沫沫还是好一点的，嗯，就是说还能水溶，过一段之后它还能把这个沫沫的消除掉，嗯，就是变成澄清透明的，嗯，澄清透明了。但是来说这一块哈，就是说这是相对来说他们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，用的是水溶性的脱毛剂，嗯，但是我们这一块就是说不加这个不加这些东西的话，它只是